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看《感应篇》第67节：好人获财。68了，利人孤肉，亲人所爱，素人为非。我们今天读这个四句，这些故事在现代的社会是非常普遍啊，在佛门里面也常常见到啊，好人获财，这个注解里头注的很多，诸位自己可以做参考。那么总而言之，就是不知道珍惜物力，特别是在一些已经开发中富裕的社会里，没有过苦的日子，不知道财务的艰难，那么也没有人教导你，这个事情是最折服的。学佛的人多少啊有一点概念，所以一饮一啄莫非前定。我们这一生所受用的都是过去所修集的福报，福报毕竟是有限的，如果不懂得惜福，任意的糟蹋，随便的滥用，你的福报就会提早啊耗尽了。所以我们看到社会上许许多多人啊，可以说到处都能见得到，年岁老了之后受贫穷的困苦，实在讲他晚年呢应当享福，不应当受这个苦报啊。为什么受了苦报呢？年轻的时候不懂事，把福报耗尽了啊，所以到年老的时候求别人救济啊。现在这个世界许许多多国家照顾老人福利啊，有些地方做得很好，实在讲这是治标啊，不是治本啊。如何从根本上照顾老人福利呢？从小教他惜福，教他节俭，这个道理几乎所有宗教里头都说到。啊，要节俭，要惜福，要造福啊！你年老的时候，你才有福报啊！
你的财用不会缺乏，你会有很多年轻人照顾你。啊，这个里头的因果，我们要清楚啊。当我们自己有能力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照顾老人，自己老的时候就没有人照顾，啊，因缘果报嘛。我们肯用财力帮助别人，自己年老衰老的时候，也会有人以财力帮助你，回报。因缘果报丝毫不爽，尤其是这个道场常住屋，经论里头佛说的太多太多了，啊，不知道爱惜常住屋，这福比普通啊要超过很多很多倍。啊，所以佛在经论上常讲啊，什么样的重罪，佛都有办法帮助你。唯独偷盗常住屋，十方一切诸佛都没办法救你，没有办法帮助你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偷盗，那些屋有主啊。你偷盗一个人的，你将来还一个人，这个债好还呢，不难啊。啊，如果这个人宽宏大量，说免了，你就没事了。如果是个团体，那么这个财物啊，就属于整个团体所共有的。你要偷盗他的物品呢，那你欠的债可麻烦了。这个团体有多少人，都是你的债主。啊，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对于公共设施要加倍的爱护。功德最大了，如果这是一个城市的设施，公共设施，你要偷盗了，戒罪，这一个城市的市民都是你的债主。如果是国家的设施，更麻烦了，你要偷盗的时候，这个国家有多少人，那都是你的债主。啊，像中国是个大国，人口十几亿，你要偷盗国家的这些设施的话，那么你的债主就有十几亿啊，还不清啊。但是十几亿人呢，还是有数量的，佛还菩萨还是能帮得上忙，还是能救你。寺院常住屋啊，佛不能救了啊！为什么呢？寺院常住屋是通十方三世的，这个麻烦就大了啊！这个戒罪也是无量无边，所以是地狱果报啊！啊，我看到居士林跟净宗学会这边常常贴着《地藏经》上的一段话，警惕大家了，常住屋千万不可以侵犯。这个警惕做得好啊，许多人疏忽掉了，为常住戒神福报都不可思议，浪费常住啊！
这幅同样也不可思议，这个我们要懂啊！啊，养成节俭的习惯，啊，养成爱惜人力物力的习惯，这个人就有福了。底下一句，利人骨肉，这个造业，现在这个社会离婚率非常之高，还有许多律师专门帮助人离婚的，就犯这个罪呀。国报不好啊，将来他的国报是妻离子散啊，造什么样的因，必定受什么样的国报啊，挑拨是非啊，破坏人的家庭，破坏一个团体。佛法里面无逆罪里头破活活身啊，这三句与这个都有密切的关联啊，别人所爱的你在旁边看到嫉妒啊，不择手段去建立去破坏，帮助人为非作歹。古德教我们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，这个助人为非是成人之恶啊，这个都是属于大恶，果报都在地狱啊，地狱也很复杂，里面受苦种类不一样，时间长短不相同，看他造作罪业的轻重如果他的破坏啊，无论是一个家庭是一个团体，看他的影响面，如果影响面大，影响的时间久，这个罪业就重了。看破坏的是什么人啊，他这个人对社会对众生影响的大小，影响的久远，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里面世尊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啊，两个说法立身的比丘受到别人的嫉妒，啊，事出事发了，这些事情我们常见。你有好事情，啊，出家人讲经说法，如果法缘很深，啊，听众很多，啊，再有皈依的多，供养的多，嫉妒就更多了。啊，想种种方法来破坏，啊，让这些听众
被法师丧失信心，破坏这个道场，这是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。果报在阿鼻地狱啊！地狱里面感受时间长短，跟我们人间时间不一样，啊，现在人所谓的时差了，啊，佛说，以我们人间这个时间来算，他都在地狱1800万年，而实际上他在地狱里面感受那个时间是无量劫。我们常讲啊，度日如年呐。啊，所以造作罪业很容易啊。时间很短暂呐，啊，挑拨是非也，几分钟、几个小时。啊，就能把人家非常好的关系破坏了，造口业啊，三业里面，口业最容易犯，不知道这个罪过的轻重，所以世尊在《无量寿经》给我们讲善护三业。把口业放在第一，啊，第一句善护口业，不积他过，啊，别人没有这个过失，你造作是无根的谣言，啊，破坏别人，罪过极重啊。纵然别人有过失，你知道真的过失吗？他真有过失吗？菩萨善知识戒淫众生，方便多门的，归云无二路啊。啊，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上看到甘露猴王，那我们看起来这个人过失啊，嗔恨心那么大，啊，严重的刑罚对待众生呢，啊，他是菩萨。他用那种手段呢，度那一类的众生。我们凡夫哪里晓得？看到哦，那是过失。啊，圣热婆罗门的愚痴，啊，法所密度女的贪爱，啊，这个是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菩萨用贪嗔痴，用这个方法，人家度众生呢。我们没有智慧，没有法眼，看不出菩萨的用意，啊，随便造作口业，随便的恶意批评，见利终伤，造无量无边罪业，啊，所以佛在经上劝我们呢，提醒我们，我们没有证得阿罗汉的果位，见思烦恼没断，决定不要相信自己的意思，
不要相信自己的看法，不要相信自己的判断。啊，真正的是非善恶，我们没有办法明了啊。我们看到外面的形象啊，我们不知道人家的用意。啊，那学佛的人要用什么方法处事待人接物呢？没有这个能力看到人行恶事，我们或长念阿弥陀佛，这个正确的啊。所以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原则我们要记住啊，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，他行的是善法，与社会与众生有正面影响的，我们不妨赞叹啊。他行的是恶法，好像对社会对众生有负面影响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用意，不赞叹，礼敬而不赞叹。佛教给我们这个态度，我们要学会呀。所以善财童子，你看参访善知识，对于圣热婆罗门、甘露吼王啊这些人，好像做的是负面，他有礼敬，他没有赞叹，教给我们了。示现给我们看的啊，他们所作所为，诸佛如来赞叹，手法高明啊，这个就是四摄法里面的同四摄，我们反复做不到啊。啊，他用的手段好像是非法，用意非常好，效果非常好。啊，他能叫人在苦难当中觉悟回头，啊，给他苦受啊。这个是我们凡夫做不到的。凡夫不但做不到，我们想都想不到啊！众生根性不一样，习气不相同啊，所以菩萨戒引众生的方式也就不一样，手段也就不相同。他可以做，我们不能做啊！基督教里面说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。我们佛法里头就看得很清楚，待众生苦布施啊，待众生苦供养啊，啊，那个害耶稣的人，判他刑的人，执行刑法的人，我们看到这是恶人呐、啊。
佛菩萨看到他是善人，我们怎么会懂呢？没有一个不是善人。正如同我们在经典上念到啊，割礼王割戒，忍辱仙人的身体一样，那比耶稣钉十字架还要残酷啊！耶稣钉十字架没什么了不起啊，四个钉子钉在十字架而已。忍辱仙人被割礼王用刀一片一片割，割死，凌迟处死，比耶稣那个还要残酷啊！忍辱仙人成佛了，忍辱仙人发愿，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他。那是什么人呢？释迦牟尼佛的前世。割礼王是什么人呢？佛的第一个得度的弟子，乔陈如尊者。菩萨示现，我们怎么会知道啊？没有割礼王这个缘，菩萨忍辱波罗蜜就不能圆满。他是帮助菩萨成就圆满波罗蜜，这大功德一件呐。我们凡夫怎么会知道？事出世间，诸法无量因缘，理太深了，事情太复杂了，不是我们凡夫智慧能理解的，所以我们信奉佛陀的教诲，老老实实依教奉行，决定远离一切恶业。积功累德，成就自己的法身慧命。这些事情别人做，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佛菩萨再来的，他是不是在度众生。我们自己是凡夫，决定不能造。我们要造作比堕地狱。这是千万呢要记住的。这个注解内容非常丰富啊，诸位自己去读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